本分局日前接获通报，称台中捷运九德站遭不明人士喷漆，出现佛教名言、存好心、正见、光明正大等喷漆字样，立即由侦查队及乌日派出所共组专案小组，过滤超过50组入口及民间监视器，迅速掌握诚信犯嫌身份，并追查到案，全案依刑法毁损罪嫌，函请台中地检署侦办，呼吁民众切勿任意破坏公共财产，影响公共利益及安全。对于任何逞一时之快违规违法行为，警方将全力追查严办。